千只金梭鱼围绕水中气泡，顺着同一个方向缓慢绕圈，形成超大鱼球。潜水教练好惊讶，发现的地点就在小琉球海域水面下10公尺，没想到亲眼看见梭鱼风暴出现。教练立刻录下壮观景象，上千只梭鱼从海底直窜而上，就像水下龙卷风。潜水游客比出耶的手势，还在大型鱼球前张开双手双脚，摆出一个大字，开心拍照留念。和梭鱼风暴超近距离的接触相当难得，从海底10米快直接近水面，然后席卷形成一个鱼球，这样子看到当下当然是觉得非常震撼了。金梭鱼在吸引群聚后，顺着同一个方向悠游，远远看就是一大片阴影，居然有上千只梭鱼，而且鱼群还以为潜水员的气泡反光是食物，围绕他们打转5到10分钟，跟壮观鱼群的近距离画面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。记者张春华、林智慧评论报道。我们在秋天摄影棚全天候都是用水神，空间比较大，可以使用的是这组，是大概是8坪左右。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，2到3坪左右，或在车上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雾化器，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，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送水神，一举两得。